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老师？不知道学院严令禁止出来吗？萧炎说，浮动的阵法在那儿，已经把同学们都装进去了。 大家准备好，进阵先救人。等长老来了以后，自然会有破阵的方法。 坚持一下，昊天，你赶紧带人出阵。好，林秀雅、安邪，你们守住两侧。胡家，若琳导师，我们正面迎敌。走，跟上，小心，快走，快！ 这些黑影怎么都打不死呢？他们不是，是浮宗的鬼东西。
云天福宗在这里办事，闯进来的这些家伙们，我劝你们赶快离开，我给你们一条生路。迦南学院的长老马上就到了，我看该走的是你才对吧。邪门歪道，速速退去，迦南学院便放你一条生路。既是这样，就别怪我无情了。之前那个老太太已经粉身碎骨了，今日你若还执意带领福宗与我们为敌，恐怕福宗也就走到头了。好啊好啊，原来杀我老七的是你们呢、啊、我今天拼着福宗灭门，也要把你们全杀了。嗯，同学闯出学院封印，跑了！啊！这回事？哎呀，看看去，走，来。顾长老，咱们还去找帮手吗？都回到广场上去，不许再放出任何学生。是，快去，走。哎呦，哎呦，坏了，怎么惹上了这群乌合之众？这是福宗的余孽，我在回来的路上遇到过。哦，葛长老，我去切断阵法，你对付阵眼里那个老头，其余的人救学生。
走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坏了，葛爷长老他中了蛊。葛长老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福宗的千重蛊，也就是毒虫，养大之后埋入土中，加持黑衣人用的。蛊虫，这个要怎么救啊？嗯，这倒好救，不过我们不行。为什么？嗯，可以先用丹药把母虫逼到嘴里，但是啊，它喉部肌肉都麻痹了，吐不出来，所以你懂的。我怎么会明白呢？我又没有学过炼药。哎，这都不懂，就像打蚂蟥一样，得需要。我。喂，小心！别走！葛爷长老脾气不好，我们可不敢。葛爷长老，为了给你解蛊，你可得忍一下呀！哎呀，我……哎，有用！有用，有用！哎，若隐老师，若隐老师，您休息吧，您休息吧，这种事儿我们来就行。这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啊？葛长老，长老得罪了。好了，您吐出来了。别欺负我们一年，出啊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我要还你们金币！就在此处了，最近一直有各种异动。奇了怪了，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最近这几日吧。这下面有条大蛇。黄泉地心蟒，甭管是什么，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它最近这么不老实呢？走快点，赶在天黑之前到达。这也是血宗干的？血宗过处，一片焦土，没有五大家族的联盟，谁还拦得住他们？学院的长老都不管一下的吗？
现在学院的情况也不好，就剩下一个斗帝的封印，还能够拦得住外边的人。有些人想跟魂殿抗衡的，却苦于没有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可以带头。这些人是斗气大陆最后的力量，千万不可以浪费。长老院的意思，还是想观望一下。大家都在继续观望，难道我们就任由魂殿的势力越来越大吗？好人勾心斗角，坏人团结一致，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。世间已无斗帝，有时候连我都不敢想未来。天色不早了，赶路吧，走吧。嗯。小云哥哥，前面好像有点奇怪。小心点。先别动，看看他们打什么鬼主意。这摆灯笼是耍什么花样？看来是福宗的人。福宗是最臭名昭著的门派，他们修炼长生术，盗取紫河车，杀害孕妇，一刀两命，血债累累。数百年来已经被围剿过多次了，没想到还有遗留。什么是紫河车？就是孕妇的胎盘。原来是如此恶毒，既然遇上了，就让他们留下来吧，省得他们日后再作孽。小心点，他们的障眼法和魔灵术都非常厉害。终于现身了。一传醉魂，半传空，长风明月随西风，前人来世轮回转，人间生死红尘中，
姓米的我们没有仇，你身边那两个孩子那是范劳大人要的。你胆子还真够大的，敢拦迦南学院的人，你就不怕学院的人出来找我们把你打得身死魂灭，到时候后悔可来不及了啊。如今我不怕你，范劳大人传了我高阶阵法，正好你们今天都在，都来试试我的功夫，若是你们破了我的阵法，我老太婆二话不说转身就走。血宗的斗技很邪门，你们都小心点。坚持一会儿。就是斗尊在世，我围攻你一夜，我也要把你打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尽力。Thank you.
臭小子，看我今天扒了你的皮！兄，要扒我的皮？秦长老，杨长老，藤山长老，姓李的，你以多胜少，算什么好汉？长老们顾及身份，不愿出手，我们就不必了吧。杀戮太重，除恶务尽。如果放他走，他以后只会做更多的恶。劝你赶紧松手，稍有不慎，谨以反噬。喂喂，没有用的，宗主已经拿血祭过了，他不归你。不，我说过了，我们要搞垮他，要在天下人面前揭露与人善与昏天勾结的真相。喂，这就是证据，要不然何必冒险犯难？你疯了！真的要这么做？你说这把匕首要用血祭？一定可以的，可以的！没有用的，血祭需要魂殿的咒语，没有咒语，你用血也没有用。云山的召唤，一定是云山在念咒。只要匕首能响应到云山的召唤，再加上我的血，一定可以。你这个小疯子，你成功了。组长看，我们来了，快，组长看，都拖回去。
不要命了！我们班还有两个人在里面，怎么办呀？都疯了吗？这个时候还敢进去？先救人再救火，尽量把他维持住。斗灵级别以上的随我来，三人一组，就由哎，萧炎，旭儿，你们在外接应。可是清醒，这他坚持不了两个时辰，我们得抓紧时间了。随我来。就等你喽，我就知道是你在作怪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，激怒了这黄泉地心吗？死到临头了，你就别废话了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。让你走得安心些，今晚整个迦南学院都会为你陪葬。丹王古河，没事儿，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人。你们两个一起上吧。够狂妄了，接招吧。Thank you.
萧家，萧炎，你是那个人吗？那个人，黑暗已经降临，那个人就要来了。你告诉他，我一直在等他。都记住了吗？斗帝的话，你说刚才那是斗帝的话？你是谁？你刚才所见是斗帝留下的残影。我是斗帝座下侍卫，黄泉地心蟒的化身，奉斗帝之命镇守焚天炼气塔。就是上次助我们逃跑的地心蟒。晚辈萧炎，见过前辈，在此也谢过前辈上次的救命之恩。我知道你是谁，蛇人族蒙你照顾了。晚辈不敢。你很了不起，连斗帝的残影都看得到，这也是你的机缘造化。是，那也是多亏了我运气好。这些日子总有宵小之辈扰我安眠，激我现身。我曾受斗帝加持，对上面之人投进的魂殿邪物无法忍受，不得已才震坏了焚天炼气塔。这我知道，那是血宗范劳的血。投靠魂殿，用脏血玷污圣地，该杀！是，还请前辈教我对敌之法。迦南学院的封印已不再牢固了，才使得这些魂殿邪祟有机可乘。事已至此，焚天炼气塔怕是保不住了。我不能出去，只能尽力的静心色目，不再挪动。你是代理蛇王，又舍命保护焚天炼气塔，好。我今天就送你一场造化，好好领悟。出去之后，替我清理那些魂殿邪祟。是，晚辈一定不负前辈的期望。找到迦南学院的长老，告诉他们开启预言，找到那个人。魂灭生与斗帝相生相克，纠缠了数百年，实力不相上下。为了消灭魂灭生，斗帝启用了一项特殊的斗技，提升了自己的功力，终于在最后一战将魂灭生击杀。这门斗技就是天火三玄变。我已将斗帝留下的天火三玄变传授给你，你好好体悟。天火三玄变是至高斗技，它威力无穷，但能量过于狂暴，每次使用后都会使人体受损。你
可有此觉悟？有。好，若将来有一天你将它用于邪道，我就算翻遍整个斗气大陆，也会把它拿回来。圣地，该杀！去把他们抓回来！别追了，先救自己人。小心！三玄变。
生生不息。这第一变是以火为生，绵延不绝。天地初始，空无一物，火自空中来，支配了一切自然。被邪术封住了七窍，我想办法用斗气唤醒他们。爹，爹，你醒醒啊！爹，回去，大哥儿，爹，快走。
把那么多英雄锁在这里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这些铁链是我身体的骨骼，有大地冰封的牵连。关于这些人的愤怒、恐惧、怨恨，我无法遵从。斗帝已经死了，你究竟还想要什么？他的墓穴里有我的东西，我要拿回来。把你的家传古玉留下。提托古玉是守护斗帝的信物，死也不会给你的。五大家族不会是些蝼蚁，而你不一样。我曾经选中了你，把我的武器送给你，把我的功法捐给你。就算是斗气大日，如果你喜欢，我也可以让你来治理。可是你做了什么？或许应该换一个人了。千万不能被那些红色的雾气追上。被打败了，佛怒，你掌握得越来越好。是只能走到这儿，这朵莲花扔出去，我们会怎么样？形神俱灭，永远化为灰烬。你后悔吗？后悔？我只是有些遗憾，三年之约我怕是不能完成了。预言里的那个人，好像也不是我。能做到处飞扬的尘土也不错，杨老，我还欠你一个称呼。虽然你从未拜我为师，萧炎，你是我这辈子最得意的弟子。老师，谢谢你陪我这么久。